人生没有回头路，因为时光过了绝不重来，人生也没有如果。若有如果，世间哪有那么多的不幸、悔恨和遗憾？是以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所以只有事实，只要前进，只有修道。事实教尔等如何去面对，前进教尔等如何积极进取，修道教尔等如何改变命运。